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目前啊，我已经带了5只的巨视角兵了吼，所以当然就是要来 BU 场这边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来 PK 一下。但是要 PK 的话，一定要找实力相当啊。如果说实力不相当的话，那打起来的话是没有信心的吼。OK， 那一个一个来找好了，我看哪一个实力比较接近。好，吴佑恩这个武器会发光，好，武器会发光，他武器会发光吗？啊，不是，是身体发光。欸，可是他带巨虎暴起啊，所以不跟他打，很强的样子。那这个是谁？云武武器会发光，跳过。Baby Shark 武器会发光，巨虎暴起，跳过。这个是在 Hello 吗？巨虎暴起，跳过。哎，还有台北市长也巨虎暴起了，跳过。这些打都没信心哦。那这是谁？蔡小俊可能有机会哦，武器不会发光。好的，中央电台的话真的要跳过哦，攻击力快12000了，哎不，快1200了。哎呀，挂了。吴佑恩，好，吴佑恩的话，哎呀，他有吞这个武魂哦，所以也是要跳过啊。天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哎。再找一下好了，再找一下，找一下哦。赤脚半仙巨虎暴起跳过，哎呀挂了。哎，光剑场好像刚刚战场有两三百塔的样子，我们看一下好了。排行榜，这个战场榜，赤壁之战啊，324塔啊，半个小时的一个战场，324塔。哇，这个数字真的很夸张，很高啊，真的很厉害哦。盾甲之强就是不一样，可以冲到人群里面。我看一下军团征战好了。哎呀，不能看啊，好，维修了就不能看了哈。好的，好，继续找这个实力相当的玩家来 PK。这个不相当啊。哎呀，这里有几只武魂？有2只武魂哦，张飞武，应该是徐晃武魂啊，徐晃武魂，刚刚那个一个刀下去应该是徐晃。好 ，Mr. Ben， 不用监察，独龙潭走，他们要去，哇，挂了，什么绕境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钟哥来了，绕境了，顺便他们要去独龙潭打架了吗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我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要来这边找那个实力相当，但是目前看了一下，完全没有一个实力相当哦，随风飘荡也不行啊，也是很强的玩家。哎呀，绕了一圈没有人可以 PK 啊！等一下，跟蔡小俊那个好像可以哦。好，刚刚那个什么小俊之类的应该可以跟他打。好，那我找他打好了哈。然后可以这样趴了。哎呀，又被打了。我去旁边一下好了。也不行，好，也不行。他带这个巨斧骑兵啊，这个也不行哦。天哪！哎呀，可恶！没有人可以打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。小红帽 QQ， 好，找小红帽 QQ， 找他好了。小红帽 QQ 打一场 ，OK， 好，他的实力跟我相当，可以跟他打一场。问他好了哈，问他一下哦，等他回复。小红帽 QQ 打一场，好的，他还没有回复啊。哦，他进去的代表说是 OK 的哈，那我们就是跟着他的脚步走啊，没有他没有，他走过来了。好，问他哦，等他回复，打一场巨神枪兵啊。好，他带的是巨兵哦，所以我们实力算是同一个 level 的。好的，他进去了，小猫 QQ 进去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也太混乱了哈，不行。算了，那不打了。等改天这边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再打好了哈，再试看看巨视角兵5只的威力。小猫 QQ 对我发出组队讯息，好，组队邀请。好的，哇，他这队伍好多人啊。好，那我跟他讲说我们去右边好了哈，去右边。好，我们去右边。好，这里不跟他们玩，这里太强了。哎呀，可恶！偶像我无课啦，想来看你的英姿而已。最好是我跟你讲，我的实力跟你相当哈，所以我找了一圈子找到你可以跟你打而已，其他人的话绝对把我秒杀。好，我们来右边打，来右边打。好，等你哦，等你打了才知道。哎呀，天哪，这里也有人啊，死定了。没办法打真的没办法打哈。那哎呀，那我从左边走好了哈，学他从左边走。OK， 哇，比武场太热闹了，太多人了。
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熊猫 QQ 等我一下。好，唯一我认定的哦，实力水平相当的可以 PK 的就只有你而已。哦，下面这边他们也在打，看一下哦，血色荣耀不跟他打，感觉就很强。OK， 好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然后我的设定调整一下，好的，好的，应该没有问题的哈。好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小兵的话设围攻。可恶，谁在插我？哦，血色荣耀插我。好的。等一下，又是插我了。等我一下，我要找你 PK 哦。等哦。好了，小猫 QQ， 我们要开始了哈，要开始了，要 PK 了，要大战一场了。小兵放出来，消。好，小猫 QQ， 怎么没有在这边？好可啊，我偷打了，我偷打了呢，对不起，我没，对不起，我偷打了哈，对不起，我偷打了，啊，天哪，被打了，啊，挂了。好了，不玩了啦，小猫 QQ，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哈，因为现场真的很乱哦。对，然后啊，算了，这一场好了，你又跑过去了，给你喊，因为刚现场人很多啊，就是一时间找不到你哦，那我就不小心点到你了。好了，再一次。天啊，为什么八阵那么痛？哎呀，算了，这里都高手哦。算了，不玩了。好，不玩了。去其他地方玩好了，比武场太多人了。